然后你每一条的外力只有零点一，或者是零点零一，那你的外链的整个外链的力量是等于多少，是吧？是110，所以就会比较低。然后你假设说你是这种外链力量，地表上来是10的情况，我只有我就一条外链，然后它的数量是一。